大家好，我是凡凡，我的徒步旅游啊现在正式开始了。因为我这个是步行旅游，所以呢速度是非常慢的。周的他说他干完活有机会的话他也想出来玩，那么他呢就可以坐车来追赶我，很容易就能赶上我的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去旅行环游这个浙江省。好了，我现在开始准备了，准备完毕就要出发了。为了出行方便，我现在去那个医院做那个核酸，现在做核酸的地方很少了，只能去医院了。现在我来到了医院，需要你做个核酸，这个地方是24小时做核酸的，现在在这里排队了。好了，现在做完了，赶紧回去。现在我所有的东西啊全部准备好了，两个这么大的包呀，好重啊！本来以为只是一点点，没想到还是这么多。但是这些东西啊，全部都是必备品，不能再少了，没办法，只好全部带上。本来是计划今天早上出发的，结果我重新整理了一下，花了我好几个小时啊，现在都已经下午了，看外面。虽然下午了，但是我还是要出发估计今天晚上呀可以走到横店的郊区啊。好了，现在我所有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出发。